家好，我哋转下眼咧，又嚟到另外一个景点啦。呢个就系一个新开嘅沙滩，就位于大尾篤嘅龙尾滩啦。咁我哋一齐去行下，睇下呢度有咩景点啊！龙尾滩咧，其实系大埔嘅第一个沙滩嚟嘅，不过佢系一个人工沙滩嚟噶，前身咧系一个泥滩嚟嘅。经过政府咧用20年嘅时间咧，终于都整成一个人工沙滩，喺2021年就开幕啦。嚟龙尾滩嘅交通其实都好方便噶，你只要喺大埔墟站可以搭巴士啦、小巴啦，或者踩单车，甚至乎揸车嚟都可以噶。咁今日咧，我就搭到去大尾篤嘅总站，然后行翻过去。咁落咗总站之后咧，喺左边嘅小路慢慢行就可以到噶啦。喺石泳滩门口就有巴士站同埋小巴站，走嘅时候就可以喺度搭车噶啦。
多謝你的收睇啊！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啊！拜拜。